哎，伊娃姐，一会儿想去哪儿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快下山吧。阮东升，你就这样把我丢下？顾叔，您相信感觉吗？相信啊，那必须相信啊。我最近确实遇见了一个女孩，她也给了我很多关于新菜品的建议。我从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，就感觉似曾相识。我在怀疑她是我一直在找的那个圆圆，但现在我还没有办法确定。如果她不是圆圆，而我却对她动了心，那我岂不是背叛了圆圆吗？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说的就是你。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，你别说人家结婚成家，没准都是两三个孩儿他娘了。东升，好不容易遇见个心动的女孩，咱得珍惜当下，把握机会啊。阮总，这是今天的拍摄流程，我们一共要拍三组宣传照片，还有一组三分钟的花絮广告。哎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威廉上来。把巧克力棒拿上来。来，两个人咬住巧克力棒。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哎，靠近，再近一点。哎，很好，保持住。哎，对。哎，很好，哎，很好，很好，保持住，保持住。从后面抱住一把。哎，哎，哎，好好，大家辛苦了，先休息一下吧。罗经理，去准备一下饮品。伊娃小姐，今天辛苦了。阮总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我都没发现。不辛苦，为千集团拍广告本来就是我的工作。那天丢下你独自先走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没事。看来你并不在意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什么态度啊？就这么走了？行了。幸福。幸福？他是在骂我吗？阮东升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没脾气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再回来找我，你跪下我都不会答应你了。不拍了。啊？我今天怎么了？哟。阮总，这是伊娃小姐为我们集团拍摄的最新宣传照，您看怎么样？妆容太丑，不庄重，
看入目。如果您不喜欢的话，我让他们重新拍摄。不用了，我要跟他解约。解约这么严重的吗？解约？他是在玩小孩子过家家吗？处理问题的方式怎么这么简单粗暴啊？哼，没事儿，我伊娃是谁？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抓狂？简直太可笑了。倒垃圾。为什么？我要跟你解约。好啊，我早就已经知道了。你就没有其他要说的吗？既然你都已经决定了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合则聚，不合则散。再说了，有人觉得我轻浮不符合贵公司的企业形象，我也谢谢你阮总给我自由，不浪费彼此的时间。那真是恭喜你自由了。谢谢你。机会。我都已经见血了，他竟然还不为所动，活该。